在叫声呢。哇哦！什么人？这声叫做哇哦！这个人个性哦，我无受欢迎的人呢。哇哦！哇哦！来啦，你来啦！汽水的，我怎么是你在叫门啦？啊，来听说是我。你来来搞什么事啊？阿德，我一对哦，足大粒的目睭在跟我认啦。你若在就好啦。是啊，你惊什么呢？别安尼啦，汽水的啊，啊你实在死袂变呢。当时我不是把你放掉了啊吗？这无欢迎你，别安尼啦，我今仔特别来给恁拜年呢，别欢迎我，别你。哎呀，小弟是你的，啊你爸母叫嘛要生两个兄弟啊你，你何必在安尼生呢？这个人哦太无出脱的啦，怕你无出脱的。嘿，人带我去投资，可能是我头脑较袂晓变巧，投资唔对所在啊！你实在有影吼，若亲像讲安尼，你这尼啊袂寸进，无出脱，较侪金仔山骨骨嘛会放。好，啊这拢过去代啊，啊即摆无共款啊咧！我甲你讲哦，爸母无伫咧，要死进前财产放遐尔侪互恁，租厝啦，都已经租厝啦，用甘要互你搬去，好家财！我咧搬千搬万，无可能表妹咧租厝就甲伊搬做是咱山咧，啊！你表示你有良心啦、啊，对。因为我的租厝故乡有带着阮老爸老母的招牌，袂当甲卖，敢知？实在有。我死狗咧，我特不是咧困，因为来找我咧。啊！你即马吼，现金拢搁搬了啊？啊，无啦，我是暂时寄伫人遐。哦，寄伫人遐。系啊，讲哦，等我若有闲，才寄转来。啊！你即摆来遮要创啥？啊！来甲你拜年啦！拜年呢？嘿啊！来恭喜发财，红包摕来！你咧讲啥物笑话啊？啊！拜年嘛，拜好啊！无用啦！啊！若是世甲是多拜年，你嘛无收一个红的，安尼甲你拍出水呢？哎呀！哇啦！小弟是你的，你讲你怎款去食苦？你是毋是佫无钱啊？还是你较了解我？真有啊！你也知影，我毋是故意的啦！迄真正就是吼，迄毋知是安怎，对方拢甲我博歹叫呢？啊！迄投资有可能哦，知影讲我唔捌字啦，啊，听骂无，啊，吼，迄字我写到足细字的，啊，我一时哦，就甲安尼，当因啊，啊，佮兼签落啊，啊，太知影签落是本票呢。哎呀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朋友虽然多，真好来讲，毋过着来看阮朋友，你甲我，你交我朋友拢带你去行歹路，啊，钱拢输了啊。对啦，拢交一寡人阿头得势，我从今年开始，我袂使啊，下人阿头得势，四字经啊定落去就是改，对。改哦，无要紧啦，有铁钉啊，万好啊。我讲你讲啥？四支钉啊，你听无呢？听有啊。哦，实在有影四支钉啊，你定定听无？小弟是你下摆安尼死啦，无干脆你乖乖听话，以后莫去再跋筊。你到来去学做生意。真实的哦。是啊。佮你的生意，我袂晓啦。无啊，无啦。你要佮家己老婆吃哦。是啊，啊无你要过去倒位流浪呢？对啊，下人甲我放掉，你慢慢歹心。我靠！到尾问你小弟啊，人讲看到我后尾甲我断脚断手，遐个袂是拖我去填海。你唔知影？你寒天真难寒，我袂填着冰冰棒啊咧！死无路，才会死位遮来啊！妈呀，你的意思要当兵啊，就对啦。无你借我大大五枚啊，就好啊。五枚。对，六天五枚。你若趁手人吼，大英文的都无要紧哦。你要去倒位？第来讲哦，我来乌庙口啊。啊，庙口嘛，你有诶。庙口哦，一定诶，我有诶啊。啊，人若找我，我来同迄石狮安尼，人个认袂出啊。了然啦，捡到真正。好啦好啦，你就带落来就好啦。真实诶，谢谢啦，来啊，困了我再对。哎，等下啦。啊，搁有咧，来，我知影我诶房间伫倒咧。你诶房间伫倒？哦，实在有影哦。你有想要带车人哦？拜托诶，我眯一日好，眯一日啊。风头啊过，我著走啊。哦，意思是安尼呢？好，阮当哦，你若真真正要原谅你。啊，是讲恁姐夫翁哦，足好，互你洗脑嘞啊！未来伊就是好心嘛。啊，意思你要带单车啦吼？好啦，拜托你。互你带，谢谢。但是吼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哦，伊先当边嘞，我甲恁姐夫讲。我边哦。好龙，怎样先？即马阮小弟可要来带车，你要甲伊带做生意，这是应急啦。是啊。我是感觉讲吼，足疑问的呢。咱两个这么少年，啊，身体嘛足勇健。唔知是你的问题啊，我的问题，这拢总是用猜想的。为伊就是安尼啦，敢讲就是阮家迄个风水问题的关系吗？我想讲，既然阮小弟倒来啊，你家己牵家点身边啊，我即马要离开咱陈家，也来去阮的祖厝。
啊，留我呢，叫人风水问题给我看一下，到底是倒位啊的问题？哎呦，查某人就是这么高迷信啊，白洗就看多风水歹，啊，你敢有效呢？人讲阿多神，阿多灵，相信讲安尼吼，半信半疑啦。我讲的条件安尼好啦。好啦好啦，你电话一条。来，小弟啊，啊阿姐啊，拄只我恁讲话，你有听到无啦？你跟我徛边啊，你无叫人听啊！啊，你拢无听到，我是听头前啊，啊，到后壁啦，啊，对，我听袂人话。来啦，小弟啊，好好啊讲。阿姊的意思是讲吼，我到这个时阵，目道拢安尼吼，袂正直咧，唔知是倒位的问题，敢讲咱是做？无啦，你可能哦，无用看啦。看啥啦？你若用看，人迄妇产科就会甲你讲。你讲啥啦？啊，即摆都有法度，人迄个注意就会生啊。讲啥？讲啥？我袂讲啦。妇产科咧。什么种的经验，阿姊拢有你经验啊？阿姊啊，是哦。啊，我的意思想讲哦，敢讲是咱家迄个风水，还是迄间祖厝的问题？风水还是祖厝？无啦，我哦要走路的时阵，我巡过咧。咱家是坐南不北的，咧坐第二咧。我是咧讲这呢啦，啊，不是讲这哦。哦，我今日咧气死。歹势歹势，我是讲哦，唔知恁的祖厝迄个地灵风水啦。地灵风水哦，会影响到阿姊这个巴肚啊！吼、哦，无看我若咧睏的时阵，我拢感觉有人咧甲我捅后脚咧。我要吓死！我真要气死咧！我讲的意思就是讲吼，恁姐夫啊，大啦，吼、哦，恁姐夫生做真缘投，真忠厚老实故意。嗯，要说你阿姊若是无伫咧吼，我嘛是袂放心嘛、啊，惊伊又防甲我搞去。对啦，啊，即马阿姊吼的意思就是讲留你大姐，甲恁姐夫顾掉。吼、哦。甲顾条，是啊，像迄二四点钟的保镖安尼，莫讲二四点钟啦，伊嘛有睏的时间，对啊，那顾的，袂当话互伊无空间啦，好，袂当话我袂看查某，对对对，这点安就对啊，对嘛，袂当话交小三，煞唔知，对啦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好，你交代互我绝对无问题，安尼吼，嗯，倒转来有问题就该死哦，未啦，甲恁姐夫顾好，而且互你带永久的拢无要紧，好，无问题，大姊吼，永久你开，真实的，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吼，顾好啊，好啦，我已经交代好势啊，我想讲倒转来租厝一撮啦吼，好啦，你要转去处理代志再细哩，我即届倒转去吼，一定会是较久啦吼，啊厝内面都微黏黏哦，你先你讲我做，安尼我要来去啊吼，顾事一下。你今仔日是黏天呢啊！我阿姐讲话，爱甲你顾条条呢。顾条条，咱伫厝内面哪有啥搁顾？今日后壁看，内面有啥物通看？你绝对有头像相片的。啥物相片？卖假哦！我今仔看你看足济人个哦。哎呀，莫后壁讲，我白想啦，无可能个代志啦，无可能个代志啦。来，你今日敢要住遮？我甲你做生理，咱先落做乡村来去收租。哈？爱去收租？阿叔唔免，一个少人爱甲你讲个清楚啊。哥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安那，你坐我出去收租，你家己要注意哦。先生，哎，我借住足济啊，你借住足济，不要，会甲我讨钱个对啦。不是甲我讨钱，会甲我讨钱，甲你抬。哈，甲你讨钱，甲我抬。哎，我甲讲哦，你身躯拢歹钱啊。不要收出来，这话你讲出来。啊，你麻烦你坐我哦，扎小路啊，较安全。好啦好啦，妹啊，我不哩安全就对啦，行啦，来去啦。